租房，我要介绍的是市中心香槟路一套一室一厅的 SOHO 酒店式公寓。在这里不出百米范围内是著名的 Downs Lake 湖滨风景区，湖以北是渥太华大学，湖的南侧则是卡尔顿大学。住在这里可以说是尽显奢华、位置和便利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的一卧室套房，内部装修也非常的有档次，全屋实木地板，开放式的客厅和厨房，拥有您希望在公寓中拥有的所有功能，享受套房内专门配置的洗衣房，宽敞的主卧室，私人阳台，地下停车场，储物柜等，落地窗享有非凡的城市全景，享受城市中最好的设施，包括私人电影院、宽敞的健身中心、设备齐全的休息室和派对室，以及带热水浴缸和烧烤的户外露台。无与伦比的位置，距离充满活力的李斯顿街景及之遥，毗邻 Pine Old Train 地铁站出口和轻轨。它的价位是2100加元每月。还有一个储物柜，您还犹豫什么？马上拨打电话联系我们吧。